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干货2019三维一体降低亚马逊广告 ICOC。相信无论是一名 SC Seller Central 卖家，还是一名 VC 卖家 Vendor Central， 当打开亚马逊广告报告，看到一笔笔数字不菲的广告费和一条条扎人眼目的 ICOS 数据时，都会倍感压力和焦急。当然，主笔也相信，作为一名亚马逊卖家，你将会从各种渠道获取降低亚马逊广告 ICOS 的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亚马逊广告 ICOS 一体看起来似乎已经脱缰的野马真正为我所控呢？下面，主笔愿意以亚马逊广告百战经验给予卖家朋友们一些建议，同时将优化亚马逊广告 ICOS 分为三个主要维度，以下内容需要实战工具和模板的卖家朋友可联系主笔。维度一，提高亚马逊广告的相关度。主笔认为，降低亚马逊广告 ICOS 的立足点首先依然是广告本身，最根本的是我们需要确保找到正确的顾客，而不是那些错误的潜在顾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优化亚马逊广告的相关性。设置负面关键词 negative keywords。 我们知道，无论是自动广告还是手动广告，亚马逊广告都可以设置负面关键词。如何设置负面关键词？一，从卖家中心下载搜索条件报告 search terms report。 二，分析哪些关键词为高点击但是无转化或低转化。三，分析以上关键词哪些与我们的产品不相关或看起来没有联系。四，将这些关键词添加进负面关键词列表。设置亚马逊广告负面关键词能让我们有效隔离那些漫不经心的客户群体或风牛马不相及的搜索条件。毫无疑问，将广告预算投放到具有较高购买需求的客户群体身上，将会大大降低我们的亚马逊广告 ICOS。 今天你创建了负面关键词吗？削减表现欠佳的关键词的点击出价 bid。 当我们查看亚马逊广告时，找到筛选条件的第一栏，接下来这样做，如何优化出价策略。一，在筛选条件里选择列 columns。 二，选择自定义列 customize columns。 三，添加曝光量 impressions 为可用指标。四，查看你的关键词 ACOS 是否大于 50%。 个人经验，但是一些产品利润空间更大。五，如果关键词 ACOS 确实非常高，关闭这些关键词。六，如果关键词 ACOS 为 50% 左右或接近于你的目标 ACOS TACOS， 那么削减 45%-50% 的出价期。现在如果你的整体 ACOS 已经让你满意，那么逐步加大投入，提高关键词点击出价。维度二，提高亚马逊广告的信任度。如何让亚马逊买家愿意接受我们的硬广告？可能卖家朋友们已经知道了，海外买家非常讲究社交证据，我们可以通过社交红人的帮助做预先铺垫。网红营销 Influencer Marketing 是2019年跨境电商的大方向，所以主笔猜测可能你已经拥有了网红合作经验。但是你知道吗？早在1996年，亚马逊就有了数量可观的专门网红，直到今天，这些网红仍然在为亚马逊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巨大流量 ,32% 的流量来源。它被称为亚马逊联盟计划，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联盟计划。该计划包含了博客、视频、社交、游戏、问答、Facebook 等领域的意见领袖，已经渗透到网络社区的每个最小单元。这些亚马逊网红通过他们的网站、视频或博客来影响粉丝们的购买决定。直白一点说，就是他们会在 Google、Flipboard、Facebook、Pinterest 和 YouTube 上制作吸引人们点击和产生高度阅读欲望的内容。现在，假设你正在销售一款商务型笔记本电脑，并且再次假设你的笔记本电脑被包含在类似的网红内容里，聪明如你，肯定知道这是我们提高亚马逊销量的一条成功之路。所以你可能只有一点点担心，这些亚马逊网红的费用是多少呢？但是可能真的没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人开心的了。当一位亚马逊网红向亚马逊推荐了一个订单，你甚至无需支付网红推荐佣金，这笔费用居然由亚马逊给。等等，主笔，这和降低亚马逊广告 ICOS 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
因为当我们招募到了足够数量的亚马逊网红，当人们看到如此之多的亚马逊网红正在讨论和推荐你的品牌和产品，你的背书或证据无比强大，那么当买家下次在亚马逊上看到你的广告时，就会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就极有可能会点击你的广告，当然也极有可能会做出购买决定。如何联系亚马逊专用网红？一、谷歌搜索，搜索条件产品关键词加 bloggers 2，查看他们的博客内容是否更多链接到亚马逊。3、通过表格建立网红管理文档。4、通过邮件联系网红。5、判断网红是否适合你，循环重复找到更多的网红，或者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主笔推荐的工具找到具有丰富产品推送经验的亚马逊网红。维度3，提高亚马逊产品的说服度，制作针对性更强的产品标题，使我们的亚马逊广告避开不相关的点击的好办法是保持广告产品标题的专注性。除了评价和主图，产品标题是影响亚马逊广告 CTR 的最主要因素。一条优秀的产品标题应该做到：一、包含品牌名称；二、包含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利益点；三、回答顾客疑问；四、消除顾客异议。当我们提高了产品标题的针对性，就会让真正需要我们产品的亚马逊买家点击我们的广告，从而提升广告投放效果。